机器车伫涂骹行来行去，嘉义市市长王明辉操作了真欢喜。嘉义市政府和杂学校合作举办造反教育节，甲嘉义市变成一间大型的实验学校。嘉义新丰庙庙埕变成教室，现场摆出真侪特色的教材，内容包含科技、文化和社会议题。透过创新的教学，鼓励学生为着改变来学习。我们要让这个城市整个都是我们的学校学习的场域，所以我们在这里有在地学，更是让你时时刻刻都可以学习。还是要谢谢城隍庙来成为这个庙埕，做我们大家人会当讨论教育、听教育啊，大家讨论一个真重要一个场域。而且从在这里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原来不只是庙埕，咱的菜市啊，咱的民间真济每一个所在，拢是咱会当来讨论的。造反教育节串联嘉义市八间国中和全台各地的教育新创团队，展现家己的特色作品。除了嘉义新丰庙以外，在有事青年实验室、嘉义古干乐等等的六大展区，拢有举办活动和论坛。杂学校校长苏养志表示，希望少年人突破教育的空隙，大家互相观摩学习。我们造反教育节为改变而学，就是希望让更多年轻人不要再陷入那个框架。可以跳出来跟社会学习，所以这次是整个嘉义市，我把它变成一间学校。然后呢，来嘉义市的人可以在这里到不同的地方去做学习，其实就是真的一间学校。那我觉得嘉义的很多可以学的东西，非常多的在地学。嘉义市造反教育节传达在地学、处处学、时时学的概念，规划16场论坛，透过台湾在地文化体验和全台各地教育团队的理念交流，产生出新的教育方式。学生在耍物件的同时，也吸收真侪学校内底无教的代志。记者周淑胜采访报道。